2-4，两分落后。不过六局的下半，新农牛队是中心打者，3-4-5棒要轮番上阵，一区上场。首名打者是第三棒的郑达宏，也是考验换投时机了啊、哦。这是前一个半局代打拿出安打的蔡建伟，去直接守这个石彦伟的左外野。哎呦，黄俊忠一开始对郑达宏又是连投两个坏球，挥棒落空。不过这个钟教练前面提到这个保送第二棒的问题哦，像黄俊忠前一个半局他就没有犯，因为他也是对于贤明投到1-3，后来他没有保送于贤明，否则他前一个半局也会有在很大的危机要碰到第三棒。对，这个就是关键啊、你如何去解决这种比较弱的棒子？那原本前一个半局就是保送了第二棒。通常棒球就是这样啊，你碰到弱。